12月1日，胡一天现身首都机场，只见他黑色口罩遮面，黑色长袖搭配军绿色工装外套，帅气有型。1米88的他一现身机场，就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围堵，可谓是寸步难行。随着青春偶像剧《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》的热播，在剧中饰演男一号江晨的胡一天是一夜爆红，一现身机场就引发粉丝们的围堵，场面一度混乱，胡一天的行李也被挤掉了呢。不过面对着高人气，胡一天看不出来得意呢，眼神里露出一些无奈。虽然在机场一路无语，但还是扭过头来让粉丝们拍个够呢。身旁的粉丝们也直呼好帅，好帅，这也是很绅士呢。就让我们一起为男神胡一天打 call 吧。这世界很酷。